啊？运动当然会酸痛，所以就在没有速度压力的情况下，会用比较舒服的方式，所以看起来就会走比较慢。还是因为昨天走一百个小时，开始那个计划让你比较。对啦，昨天也没有一百个小时啦，不过就是有走很长的时间。而且现在三千总不能说明天起要来代替你走这一百个小时，你怎么来看？没有想法。我看昨天中国台委就在中常会上表态说要提名，那全党都要来支持，你可以怎么看？就跟台湾的处境一样，我们自立自强，然后表现出积极对抗的态度，那跟我们站在同样理念的国家跟联盟，都会跟我们一起对抗恶霸。那今天会在应对这样子的恶意罢免啊，周周换理由，先罢免再找理由，那。我想走到今天，会有越来越多理念相近的加入，这个坚持理念的不会不当。